可以瘦身有小子。我以前那个状态超脏的，那个已经可能到 H 了吧？对啊。三十。啊？三十。胖的时候怎么还在四十？对啊。四十不止了。没有到四十啦。有小两个好。也有吧，只是说对，本来是这个状态。所以现在可能是会正常。以前你觉得是状态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内衣可以穿啊，除了 BC 以外啊，真的就是那时候真的也懂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很感谢他，我那时候根本是很迷茫，找不到内衣可以穿。对啊，就是在他这一家穿起来，我觉得是舒适度，然后肩膀穿起来就是很对劲的一件衣服，是啊。然后其他家肚子太大，压胸，根本没办法。对啊，我不要说压胸，连扣扣，没办法。胸部就是吃多吃胶原蛋白粉啊，然后按摩啊，然后擦乳液啊，还是要。哦，不会，就乳液，不痛不痛。现在瘦下来买了几件？买了几件？现在不用买啊，现在眼总都会瘦，没有我穿。对啊，省了很多钱。那应该算是尺度比较大的。对啊。为了拍照特别去逛街。用保养平常就要做了，拍照要做保养拿来挤。对啊。